都不错了。哎，吃。你这你横着放一个，一浪费钱吃。不能横着放。可以可以，给我。关键是那个分瓣的效果。这切多漂亮啊，兄弟，漂亮很。这个可以考虑考虑啊。哇，这可以呀、啊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糟，是吧？但是不行。可以它这个形非常不好，你知道它这个形其实非常不好的。这多少分汁啊？这时候应该是也能定长嘞，光定。它歪得很的话，它形状会非常不好，它不是整块的，发现。这样的话就。这个应该就是大青米头的。这硬度可以，谁能走？